idea. Why, Bato?孙阿囡嘞，紧去找医生来啊！好，好啊，第四摆啊啦！唔知啦，啊，文忠嘞，人走对啦！哎呦，我哪知啦？啊，哎呦，这不搞死囡仔呀！因某发生这个代志，啊，人拢无看伊影啦，三更半暝啊，无爱踮这个房间内徘徊，因某啊，伫外口乱阿叔。阿兄啊，你紧去找因少爷，一定爱甲找着为止。老爷。 这个死囡仔，明明要甲气死啦！阿婆，哎哎哎！爸啊，嗯，你到底什么时阵要娶你妈？你放心啦，咱时间若到吼，我会去甲阿婆阿母讲的。 你大伯都骂你讲，我看你久久就是因为你某有心，袂爱卡袂，所以才会找我。喂，啊你哪会讲啦？我绝对是真心爱你的。真心？我讲你哦，根本是咧应付我。我哪会应付你啦？欸，你啊想看卖咧，正厝内面的状况哦，阮某离婚啊，楼梯已经三摆啊啦，啊大摆有新拢无超过两个月。即马阿爸阿母吼。 目睭看的头壳生花吼，拢干咧巴肚内面金孙啦，我即马甲讲啥，伊绝对听袂落去啦。哼！你无先解解你娶我有啥期待？我看伊规气卖生好啊啦。哦，啊你这着急是要创啥啦？啥？你讲我着急？啊无即马是安怎？你是会甲我办公会啊是？无啦，我毋是迄个意思啦。 你误会我啦！哎，阿金啊，你放心啦，平我是错爱高囝，佮加上阿爸阿母吼，想要抱孙，想到要死呢，到时阵吼，伊绝对袂阻止我佮娶一个你啦。小雅，小雅，三奶奶去老爹啊，你伫底？ 病人的身体足虚弱的，需要加食补身体的物件，我会长时间的调养，才有法度恢复。啊，我的金孙呢？已经无啊。啊！ 死囡仔，你三更半暝唔陪伫遐阿云的身边，你是走对啦？爸，啊我着困袂去，去外口行行的啊。行行行，你是惊恁美国了啦？啊，恁死囡仔你啊，你安尼哦。哎呀，好啊啦，莫讲妈啦。哎呦，我的金孙啦，哈，敢讲叫我再搁等后一摆啦？恐惊是无后一摆啊。啊，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我是叫病人的身体状况来判断，伊恐惊无法度搁有心啊，因为已经老体伤真紧，无法度搁有心。医生的诊断无疑是对蔡家宣判了死刑，因为蔡家唯一的儿子蔡文忠所娶的媳妇惠芬，每一次怀孕总是不到2个月就会流产，而这一次已经是第4次了。 这个打击对一直抱孙心切的蔡家二老来说，实在是一场令他们心力交瘁的噩梦。然而，无论看遍多少名医，尝试过各种偏方，都还是没有办法让惠芬肚子里的孩子留下来。只是这样一个看似单纯的流产事件，在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 阻碍了蔡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对不起你，对不起阿爸阿母，更加对不起厂家。好啊啦，莫想遐济啦，咱即摆上重要是你的身体啦。医生就讲哦，你即摆真虚，你要好好调养你家己。我清清的物件，啊！你莫乌白想啦，啊！我毋是甲你讲过，你吼是因为心理压力伤大，毋才会做迄个梦。也毋过，逐摆都安尼。啊！就逐摆拢拄我好啊！你吼是因为有心啦，啊！压力大，毋才会做迄个梦，毋是真的啦。也毋过。好啦，莫阁讲啊啦！啊，既然代志吼拢行到即个地步啊。你就好好调养你家己身体啦。囡仔的代志吼，过一阵仔才去讲啦。这已经是第四摆啊呢，你还讲唔相信？这就是纠缠。你莫当面乌白讲好唔啊？是你家己硬要想对遐去，哼，家己咧吓惊家己啦。你真少想看卖咧，每一遍咱阿芬啊闹心的时阵，拄开始医生拢讲伊的身体真健康，啊囡仔嘛真勇敢，啊是安怎，逐摆到第二个月就落体，啊不管咱是安怎顾，安怎注意，啊拢是保袂调，啊原因是啥？敢讲咱错个，注定生袂出金孙啦？唔是生袂出金孙。是我咧想讲吼，反正是你安胎做无好，才会变到安尼啦。好啊，你较清醒一点嘛，好无？唔通阁提起啊啦，连续闹提四摆安尼，这吼一定是廖阿土对咱蔡家纠缠。啊，咱即马阿芬啊，闹提闹到无遐多有心，啊，你敢要目睭金金看咱蔡家无后事啦？我掌管着恁的命运，恁会当百岁年老，五代共同的福寿。阿林师，是安怎阮蔡家的香火无法度一直延续落去？是啊。这爱追究在十五年前，十五年前七月七日迄日暗开始，改变着恁蔡家的因果，才会造成着今仔日即款的地步。十五年前，我唔知影讲恁做过什么代志，也毋过，恁的心内一定有所接着。海灵师，我求你啦！海灵师，你都爱救阮蔡家，我求你。十五年前七月七日迄暗，到底恁是做过什么代志？您既然来求我，我一定会甲您斗相共。代志若有关人命关天呢，自有法律论断。我只不过是要替您解决着因果循环。您准你放心讲。好啦，事到如今，也无啥物好暗看嘛啦。飞机啊！好啊。代志到这个地步啊，为着咱蔡家香火，我已经什么拢唔惊啦。海灵师啊，代志是安尼啦。十五年前，阮的纺织厂因为生意周转不灵，啊，经营要破产。
就伫这个时阵，有一个甲阮福啊自细汉大汉的厝边啊，叫做廖阿土，伊正常投资的木材工厂，互伊赚的袂少钱咧。啊，为着挽救阮的纺织厂，阮不得已骗伊来入股。啊，遐的钱吼，嘛真正互阮的纺织厂渡过危机。过无偌久，廖阿土知影代志的真相，就伫七月初四迄暗，伊是足想起来找阮理论，因愈亮愈大声。尾后，后来煞甲伊起脚动手，一时啊失手煞甲伊刣死。因为伊怨恨阮阿婆骗伊的钱，所以伊就对天咧咒惨。讲要予阮娶嫁，绝囝绝孙，伊一个咒惨了后就死啊！啊，不过自迄天以后，我都毋捌阁有心啊。一直到即阵，阮娶嫁唯一的姑囝大汉啊，结婚啊，啊，不过娶入来新妇煞拢袂调体，啊嘛连续落体四摆啊，而且。每一个拢无超过两个月，到即阵，阮唯一的新妇已经无法度生啊！海玲西啊，我求你，你都爱甲阮斗相共啦！一步错，步步错，自作孽不可为。是啦，我嘛真后悔啊，海玲西啊！无论开偌济钱，拢不要紧啦，请你替我解决这个纠缠吼。对啦对啦，拜托你，我求你。若想要解决，也毋是无办法。啊，是有啥物办法吼？有因便有果，祸福无门，人之自作。若诚心，就会当化果为因。即马我问你。恁是毋是有这个诚心要来解决？有啦有啦，阮就是有诚意才会来啦吼。系啦系啦系啦，有法便有破，要化果为因，爱先修善因，才会当得到善果。廖阿土还佫有一个后生存在，恁来赶紧设法找到这个人，将过清占因老爸钱拢来还伊，唔然安尼。还阁帮伊成家立业，延续着廖家的香火，那安尼会当改变着因果的轮转，不一定会当化解着这层的纠缠。安尼使，啊，即摆伊人伫个什么所在哈？系啊，只要你若有诚心，就会当找到这个人。因为海灵师的交代，旺福和桂枝立刻积极地开始寻找那个可以破解蔡家诅咒的人，而在多方努力寻访之下，终于找到了廖阿土的后代廖进才。乍见到进才，旺福和桂枝都被进才的模样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廖阿土的儿子竟然会沦落成为在路边乞讨的乞丐。不过旺福和桂枝谨记着海灵师的交代，把当初侵占廖阿土的十几万还给进财，还买了一间房子安置他，日子就在这样忙进忙出之中度过。最后还找来了媒人婆阿满，替进财买了一房七室。一切抵定之后，旺福和桂枝就静待着因果的轮转，能化解掉束缚了他们十五年的咒怨。阿芬啊，你最近身体敢有较好哈？有啦，敢若有时阵吼，迄头壳有小可戆戆。多吃一寡吼，身体就好啦。多谢阿母。
爸母。啊哈？什么代志啊？我有一个想法，希望阿爸母会当答应。什么想法？我是娶家的新妇，今嘛煞袂用替娶家传宗接代。为着娶家的香火，我建议啦，搁予文忠娶细姨。阿妹，我家己袂说，已经是做对不起娶家，只可是厝内底的孤仔，我总袂安尼就断了娶家的香火啊。安尼以后会无法度见娶家的祖先啊。慧芬，你实在真明理。阿芬啊，拄仔我甲恁阿爸才搁咧烦恼，讲毋知要安怎对你讲咧，想袂到讲你遮尔明理，阿母真正无白疼你。阿芬啊，你实在吼是一个真体贴的母呢。可惜啊，我是孤囝，一定要排遮尔大个责任啊。要唔过你放心啦。我若另外搁娶一个哦，你永远是我心内唯一的某了。是啦是啦，你大宝这个位置吼，永远都无人会当代替啦。嗯，多谢阿母。好啦好啦，来来，大家来吃啦。请吃来。嗯，你到底什么时阵要娶我入门啦？这种代志也毋是讲做就会当做的啊，总是爱一段时间吼、去准备什么骗金骗礼啦。搁爱找算命的去下咱的八字、金时辰，算好一个好日子吼、才会当落定啦。也搁有啦，这个媒人媒角色吼嘛真重要啦。虽然讲我刚是娶一个细姨，啊，毋过嘛算搁娶一个某啦。总袂当太过凊彩啦。哦。无你是小狗许啦，哪会甲我加啦？看袂着，我甲你讲，你若是假骗我，我绝对袂放你煞。我哪有骗你啦？那是阿爸甲阿母讲吼，做决定爱较慎重。哼，上好是安尼啦，啊若无吼，我一定发给我看。好啦。哦，今日什么日子啊？来穿只青草。你拢唔知影，你向小奶奶哦，你袂怪这几天哦，穿甲发什么代志啊？哪有法度啦？啥哦，讲什么叫我甲小奶奶哦，伫咧庙加待几工，讲安尼哦，才会祈求穿甲合家平安呐。嗯。代志无这么简单，小奶奶迄边待是为着要避开少爷路顶的代志。老爹啊，嗯，对啊，昨昏少爷一定向隔壁庄的王小姐订婚啊，今仔日是我们回乡亲家来寻食饭啊。文忠少爷吼，迄眼光真正有够好啦！安尼头一眼吼，就看见吼，阮安尼美丽佮大方的锦绣小姐，是讲蔡有林，讲嘛咧讲吼，安王家家境虽然较清寒淡薄，不过人因的出身嘛算是清清白白咯。对啦对啦，阮两个做时代吼，嘛是足满意啊！安尼啊，安尼安尼，足好足好，安尼我就先只甲恁恭喜哦！来来来。我看你文忠少爷吼是足喜欢的啦，所以才会这紧吼，想要甲这段婚事决定落来啦。嘿啊嘿啊，我嘛是急要抱孙啊。安尼啊，哎，太好了啦，来恭喜你啦嘞！多谢你，多谢你。蔡文忠。阿金啊，你先放下。阿金啊，哎呦，文忠，你安怎？人这多，你一点仔礼数拢没？我无礼数，好啊。奶奶，你问恁后生啊，看伊伫咧面床顶，最后做啥物有礼数的代志？你嘛袂讲话呢？我好白讲，蔡文忠，你得着我的老母，着我的亲爸，得一家老太平，是不是？阿婉啊，啊，这嘛是做错事啦，我哪会看无啦？
我嘛唔知影。蔡文忠，你一边搁一边甲我欺骗，我今日就伫咧大家面头前甲话讲好清楚啦。自从少奶奶头一边落体以后，只要伊有心，少爷就来找我困。我就算讲什么爱我爱娶我，结果嘞，我是个白痴啦，结婚。蔡老爷，我看这顿饭我也吃袂落去啊。听候你代志若处理好势，咱再搁联络啦，吼。亲家，我来走。亲家，亲家，代志唔是安尼，亲家。蔡夫人啊，我看吼，这个情形这么乱吼，无吼，等恁个代志吼用好清楚吼，我再过来啦，吼。无啦，阿万，阿万唔是安尼，阿万啦，阿万。但是阮阿爸甲阮阿母做过阵，我是会当讲啥啦？不再讲。你要你来阮蔡家的大门，你上少嘛爱孵一个鸡卵出来。伫阮家吼，袂用生鸡卵，敢若一只就够啦。我唔管啦，我今仔死了负责啦。啊是要负啥物责任啦？是你家己贴过来，我也无求你啊。我唔着，这种只是为了讲错。你别出去！你别出去！你查某，今仔是我蔡家你办好事嘞。你敢找人家乱？怎？把这小杂毛给拖出去！是。放手啦！放手啦！杂毛！啊！你即马是咧袂爽啥啦？我今仔日足衰安尼，迄后班袂几工，你着莫阁予我歹面手好无？你是毋是有答应过阿君，讲你要娶伊？你莫阁讲伊好无？就是因为伊吼，才害我即摆变到遮惨着啦。你是毋是有答应过阿君，讲你要娶伊？是啦是啦是啦，啊是又阁安怎？我即摆袂当反悔了。无人上惊的清白拢予你，你来当去骗伊的感情，无要娶伊的。我爱甲伊做伙，这种是不得已的呢。你毋想看卖咧？你大概大巴肚的时阵吼，阿母就叫我莫卡你啦。我是一个正常的查甫人，我当然嘛我也需要啊。既然你有该安怎，你就娶伊啊。伊同款会当替娶甲生一个金孙。娶伊。伊是一个下骹手人呢，我免哪有可能去娶伊啦。我再讲，我既然有选择，是安怎袂选较好？你哪会当安尼讲啦？你安尼是偏偏糟蹋一个查某囡仔呢？你想看卖啦，娶细伊是你提起的，阿爸甲阿母做决定的。我是听恁有话在做代志，莫甲全部的代志拢塞到头壳顶来，好无？你。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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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心里也十分气愤，本以为处心积虑让文忠对自己死心塌地，可以飞上枝头做凤凰，没想到却落得被赶出蔡家的下场。耶！蔡家人，是有够过分的，竟然把我放出来，有给心理，蔡文忠，够无良心的，我拍你死，拍你死！我你是，真是气死阿伯兄。想，想他唔加高兴。即摆是安怎？哈？啊，连你这个囡仔屁也想要欺负我？好，等你莫走，我
今仔日吼一定要甲你拍金试试，别走，别走，我当别走。走啊！干嘛在迄间出来？家的主人，大家拢叫我无痛心事。啊，这是什么所在？是安怎在桌顶吼，还放一挂奇奇怪怪的物件？你若是有需要因，你就会感到奇怪。我才无可能需要这种奇怪的物件。每一个来这找我的人，拢是为了要求助。敢讲你唔是？嗯，当然嘛唔是。我的来这吼，是因为要得一个交你。你讲你应该予人维护书哦？我唔对。我今日去予带家人赶出来，迄是因为无替因生一个金孙。若是今仔日我有文中的囡仔，那安尼带家人就拢爱看我的面色啦。即摆想真难好啦，我去用好好带啊，想啥拢嘛袂赴啊。你是要创啥？你放手啊！快去打！唉，就这双注定无后事啦。啥？无后事？那安尼我唔是扣工，我袂变哪样个啦？无通心术。既然哦，大家拢叫你无通心术，那安尼你一定无所不通吼。那是讲，我想要请你甲我斗三工。好啊，有心，你敢有办法？办法不是无啦，只不过得看你的心里有够无。梅同心叔啊，啊，唔知影我安尼吼，心里算有够无吼？心叔啊，这是我所为心意啊。你一定要给我倒三缸，我拜托你，我拜托你，你一定要给我倒三缸。哈哈，好啦好啦，看你的心意这么贵重的分上哦，我就替你想一个办法了啊。真是的，多谢神叔，多谢神叔啦。既然你的命中注定无后事，安尼就要行偏门，才会当无中生有。安尼是要怎做啊？收阴魂到你的肚子里面。是啊，这是唯一的方法。你放心，我会去选那个怨气无重，而且跟你的命格无相克的阴魂，进行净化，来收到你的肚子里面。不过，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这个法术非常的危险。在收阴魂这个过程之中，千万袂当有什么差错。要若无会遭受到真大恶果，安尼你敢有决心？
你是什么人？是安那破坏我的法术，走入法堂内面？嗯。先生，拄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哦，无啦，无代志。哦，恭喜你，你已经受体成功了。真是嘞。嗯。真好，真好。敢讲这是天意。蔡老爷，蔡夫人，这是因王家提回来。你的意思是讲，因要替进门的亲属哦？是啦，讲实在话啦，人因王家吼善忘善吼，不过人因是足有骨气的呢。啊，恁家文忠少爷做出这种代志，人是无可能有法度接受的啦。阿婉啊，啊，这个代志，敢拢无法度搁参详啊？啊，是讲阮两个老的亲身去甲因会释的安尼好无？是啦。我看吼，这样亲事吼是讲袂成啊啦。看你做个好代志，即马代志不干呢，你欢喜啊吼？阿婉啊，刚才咱熟识遐侪年的面子上，啊无，你搁甲阮门中另外搁找其他查某囡仔安尼好无？这，唔免搁找啊啦。你来要怎？阮家无欢迎你。你无欢迎我袂要紧啦，啊，不过你应该袂无欢迎恁蔡家的金孙啦，哈。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已经有分中的恁啊。哎，你饭会当乱吃，话袂当乱讲的呢。不相信，你应该问高医师啊。拄才伊来我的诊所，硬要我甲斩的。伊确实是有心啦，葛医师，你讲，你到底收伊偌济钱啊？蔡老爷，我也毋是食饱收用啊，我明仔恁急要抱孙，哪有可能摕这个公生笑嘞？蔡老爷，蔡夫人，我看吼，恁蔡家门洋钱吼，我真正是赚袂到啦，无歹势，我先来走啊啦吼。阿婆啊，阿婆啊。喂，啊你离开阮蔡家够偌久啊呢？谁知你咧外口干嘛做啥物见笑呆啊？我吼无想要做乌龟啦。喂，蔡文忠，我甲你做伙时阵都是在线的呢，你这是在讲啥物笑话？自头至尾是不是你一个查甫人？你家己心内知知啦。文忠啊，你哪会当安尼讲阿金呐？阿爸阿母，既然高医师都讲阿金有心啊，咱就可以断落来。好嘛，非得王家那边就退婚啊？你不是一直想要有去恁村通跑？啊，即马金都有新啊，就家留点差价。好啦，无安尼你拢带落来。稍等嘞，囡仔都爱伫你的腹肚底超过两个月，安尼才会当准生。替你生金孙，搁在遐无欢喜，根本是看鸟无点。不要紧，两个月一到，我看恁蔡家人要安怎面对我。哎呦，阿金啊，你哪会在天杀啦？有新的人哦，袂使摕这尖线加刀呢。我来就好啦。我应该啦，你是小奶奶呢，要哪会来给你做这个？哪有要紧啊？既然你都甲文忠做伙啊，嘛算是伊的某啊。搁再讲啊，你即马有伊的囡仔呢。小奶奶，我莫搁叫我小奶奶啊。即马吼，
咱应该算是姊妹啊。阿姊，伫个娶家，只有你对我上好。莫讲遮多啊！啊，对啦。阿金啊，这个地瓜汤吼，出杯哦，趁少啉啦。哎呦，阿嫂啊！阿姊，我唔敢食不来的物件啦。安尼哦，无我叫阿兄吼煮鸡汤。哦。在旺福与桂枝对阿金的怀孕保留观望态度的同时，善良的慧芬则是细心地帮阿金安胎。而日子一天天过去，阿金怀孕的时间终于超过了两个月。高医师啊，阿吉哥安怎？放心啦，囡仔足健康的。医生，你的意思是讲，这个囡仔老会掉血？是啦，即届我会使摕我的名声，甲恁挂保证。伊甲回婚之前的状况绝对无共款。阿金伊的体质本来就较好，恁只要伫有薪的期间注意伊食的物件，还佫有营养的方面，七个月了后，恁就有一个金孙啦。阿金妈有心啊，搁超过两个月呢。嘿啊嘿啊，安尼就表示吼，海宁西的方法是真正有效呢。嗯，所以啊，咱已经打破阿土的旧巢，因果轮回代志哦，拢已经解决啦。以后咱就免搁惊啦。嘿啊，咱今嘛有金孙通抱啊啦。啊，不过吼，我是希望讲，这个囡仔是阿芬的。不是阿金的啦，哎呀，拢是文江的囝，敢有差了？迄有喏，他也无差啦。那迄个阿金哦，我是愈看伊愈切。啊，凭伊一个小小下骹手人，伊凭啥物甲咱阿中做伙啊？我看伊吼，绝对不是这简单的。好啦好啦，阿基呀，啊，你想看卖，咱即卖已经有金孙通个抱啊呢。搁再讲，我对阮的祖先哦，算有一个交代啊！回婚伊无法度做到这点，迄是伊无这个福气啊，对无？哈，安尼嘛对啦。嗯。阿金，你吃坐啦。好啦，大家来吃饭啦。这些菜哦，是阿舅阿兄特别准备的哦。哎，来啊，多吃一罐吼。嗯，啊，你哪会唔吃？既然高医师拢已经讲我腹肚内底恁也无问题啊。那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名分？啊，若无，我腹肚愈来愈大，叫我是要安怎去见人？无要紧啦，你若是要给我名分哦，我都无爱吃啦，就算连恁的金孙都夭夭而死。哎呦！你哪会讲话啦？阿爸阿母，其实阿囝安尼讲嘛无唔对啊，咱吼应该给伊一个交代啦。好啦，照你的意思。感谢你。
小奶奶，你为什么变得这？阿金妹哦，这么嚣掰啊！你搁对这么好，有一天伊会爬到伊头壳顶。袂啦，阿金，伊毋是这种人。小奶奶，你做人就好啊，有一天你会吃亏啊。我并无吃亏，我感觉这是我欠错个。该行的总嘛是爱行啊。传宗接代一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根基之深就犹如天地四时运转，无法破解。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造就了许多妇女的悲歌，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了起来。母凭子贵的法则因此就应运而生。在这样的定律之下，女人只要生个儿子就能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相反的，如果生的是女儿，或是根本生不出来，立刻就会被打入冷宫，难以翻身。剧中的两个女人就是典型的例子。身为仆人的阿金因怀孕而取代了原本少奶奶惠芬的地位，鸡犬升天，享尽荣宠。只是阿金腹中的胎儿却是从邪门歪道求来的，为了飞上枝头，使尽了龌龊的手段。然而人弄天意，必招祸端，蔡家开始进入多事之秋。就因为是鬼婴投胎而来，一连串恐怖惊骇的状况也理所当然的随之上演。怎麼啦？我做噩梦啊！阿哥啊，做什么噩梦啦？哎呦，你找高医师来看一下啦！你莫紧张哇，你还在去啊？喂！我进去，你搁困，进去啦！好啦，好啦。巴肚内底个囡仔无问题啦，你看啦，就甲伊讲无啥物代志，你咧？你这个死囡仔，你讲啥物话啊？这是咱蔡家金孙的，当然嘛较慎重的。有听到无？阿金嘛，那囡仔无代志就算了哦，啊，若有代志吼，我是袂放你煞。有心的人，营养一定爱顾着。我来开一条药方，互补身体。医生，多谢你啊！我谢谢。阿母，今日阿金吼需要人照顾，那安尼我甲伊睏好啊，安尼吼就用好好啊照顾伊，替伊安胎。安尼嘛好啦，有你咧照顾吼，我嘛较放心。安尼我就应该睏啦。喂！我甲你讲哦，
你是卖想要趁这个机会，甲我乌白乱来？啊，若无，我著派这间刀去跳自杀，你看。你，文忠啊，才几个月的时间，你袂当小林来咧吼？哎呦，好啦，阿母。有困难，恁就好休困啊，我嘛要来休困啊，吼。啊，知啦，阿母。喂，行啦。细心的慧芬主动接下帮忙阿金安胎的重责大任，然而待在阿金身边日夜陪伴的慧芬，又将会发现什么诡谲离奇的事情呢？面对表现出种种诡异现象的阿金，又会带给慧芬什么样的冲击跟震撼，进而让慧芬有所惊觉呢？来，我给你抓铃哈。嗯，安尼敢会太大啦？袂啊啦！你最近感觉安怎？暗时阁有做噩梦无？无安尼，我伫想吼，可能是因为进前压力太大的关系啦。对嘛，高医生就讲你无问题啊，我看吼是你家己想太多啦。我唔准你动我的巴肚，你有听到？你有听到？我唔准你动我的巴肚，你若是搁动我的巴肚，我就是安尼对待你。阿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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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要紧吗？无代志啦。你奈安尼啦？我拄只是毋是对你做甚物代志？袂要紧啦，可能吼是你压力伤大，所以情绪才袂稳定。早去倒啦，阿金，什么声音嘛？刚刚是伫灶卡。阿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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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伫遮哦？啊！你在做啥？
巴肚枵在食面啊。好，爱是在食面啊，啊，敢就需要话讲咧大细声啦？唔是呢，阿母，我拄则哦，看到伊在食菜包来，我做侪火啦。你是目睭咧烟卵哟？啊，伊明明就是咧食面啊。唔是啦，阿母，伊拄则真正唔是咧食面啦。阿芬啊，你看唔对啊啦。文章，我袂看唔对啦。伊拄则吼，真正咧食菜包来哦，迄两蕊目睭哦，我看闪光呢。好啦啦，莫阁讲啊啦。阿芬啊，你是还愈讲愈含，你知无？好好好，无代志啊，来大家阁继续困啊。好，我转来困啊。阿芬啊，啊，今着巴肚枵，你着定只陪食啦。我先来休困吼。阿母，我吼，啊，你来，你来，你来。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刚刚我真正看唔到。阿姊，我想吼，你可能是因为要照顾我，家己煞伤忝啦。你嘛先入去房间休困，我面食完我就入去啊。好啦，那安尼，我先转去房间吼。嗯。说，我，我再听看麦啊。虽然我无多带你斗三工，啊，不过你讲起来，心里去遐快活啊。嗯，你有感觉阿金怪怪无？你是讲，伊自从有信了后，个性变作奇怪，有时好，有时歹。敢变作另外一个人同款，湘奶奶啊，我看阿金不是怪，伊根本就是假好心嘛，伊对你好，拢是假的啦。伊哦，一定用心机接近夏雅呢，因为伊要做湘奶奶啊。伊即马有夏雅囡仔，当然嘛愈来愈好摆。湘奶奶啊，你家己来说伊哦，无人讲你落害，你又唔知影。打不开，我也无物件揢着的啊。阿金这几天是安怎？哪会把房间用个暗暝蒙啦？阿金毋是伫房间睏，啊人哪会无去？走去倒啦？Thank you.
啊，你是安怎啦？凶凶讲讲，惊拢无咧看的哦。哎呦，你是看到大细声？你是安怎啦？看到鬼了啦？鬼，好鬼啊！哦，你是咧讲啥话啦？当头白面，我白讲啊！是假是的？阿金无鬼附身，阿金无，阿鬼附身啊！嘿，假是的啦！阿金无，真正阿鬼附身啊！伊规个面哦，我顶个才拼去呢，我顶个才拼去，安尼暗棍唔着转去啊，安尼过会我。奶奶，你不要再坐啦，医生奶奶啊，拜托啦，医生奶奶，奶奶姐啊，卖力啊，医生奶奶啊，奶奶姐啊，拜托啦，医生奶奶。阿金啊，那是阮全家公庙呢。阿金啊，你这摆是咧起痟呀？哪会当对祖先不敬啊？安怎？我就是看恁公妈袂顺眼。啊！阿金啊！你好，你若是有才调，就顺便连恁这娶家的金孙嘛拍拍好死啦！啊！哎呀，好啦好啦！阿兄啊，赶紧关水来！好好。阿金啊，还是送去抓到你啦！你安尼卡袂着，要来发脾气，哎，对巴肚内面囡仔无好呢。才袂嘞，我就是为着我巴肚内的囡仔，唔才安尼做。这个阿金哦，脾气实在是愈来愈奇怪啦。啊，平常是发性着真多线，今麦吼，伊竟然连咱厝家的神主牌也嘛敢烧呢。慧芬之前不是有在讲，伊讲看到阿金在吃青的腹内，啊，今仔日伊搁看到阿金什么甲面洗得卡擦平去，哎，好啊，是不是阿金去卡到什么歹命啊？你莫往白讲好，阿母啊，根本就不是安尼，迄个阿金哦，根本就是超工的啦，伊即马一定是靠自己家己有心啦，啊，想要保护咱这阵甲挂出来。所以讲哦，咱一定袂当搁吞落啦。先下手为强，我明仔我就甲挂出去。袂用的，你若甲挂出去，啊，我的金水是要安怎？爸爸，啊，不过阿金若继续留落来吼，一定受空受拍哦，是要甲咱变的。无安尼啦，等阿金哦，囝生落来，才甲挂出去吼。啊，阿爸，安尼我唔着看等死个好个。搁较忍耐，嘛剩这几个月尔尔。啊，若死到，阿囡仔唔肯离开咧。恁敢毋捌听人咧讲，查某人会因为难产来死？阿金，阿金啊，阿你，文彪，我这久无来找你，根本拢袂想我。会喏，我最想你个嘞。无想我就好啦。我无用几工，一定足忝的吼。我替你抓人啊！唔免啊啦，我想要睏啊。安尼佫较拄啊好啊，甲你抓抓，你毋是加较好睏？较早你毋是常常拢偷走来我的房间，叫我替你抓人。免啊，真正唔免啊，吼。阿婆，我改尿一空。
唔免啊啦！我的意思是讲吼，真正唔免啊啦。阿芬啊吼，伫房间等你倒去睏咧，你紧点好睏啊。你是咧惊啥啦？讲讲，我会甲你太早落来。唔是啦。好啦，我甲你尿尿的，我就倒来睏啊。来啦。你伫阿爸的房间，两个人在讲啥？啊！无啦无啦，哪有在讲啥啦？讲真实嘞？是啦。啊！阿爸吼，甲阿母讲，想要替咱结好一个命嘞。哼！我叫是讲，恁在参详，看是要哪甲我好出去嘞。这边哪有可能啦？阮爱人吼拢袂赴啊，哪有可能甲你赶出去？上好是安尼啦，恁这世人哦，都免想要甲我赶出去。尤其是你，袂啦，我绝对唔准你对不起我。啊，那无，我着。出来呀，阮已经尽力啊。不过恁囝这个耳啊，恐吓一世人拢听无。啊，什么啊？医生啊，拜托个啦。不要紧，无论要开偌济钱吼，拢不要紧啊。不过恁囝耳膜已经坏了，阮实在无法度，歹势。爸母，阿婆是要一世人变臭鱼人，是要安怎啦？哦，那阿金哦，真正有够无细腻啦！什么无细腻？你是超工的啦！阿忠啊，你哪安尼讲？阿姨就知影讲我要甲赶出去的代志，伊足生气，唔只安尼来报我啦！伊哪会知影呢？哎呀，伊即嘛兄安尼，是要安怎啦？好啦，无遐嘛吼，咱先等下啦，明仔载再去看啦。明仔载再去看。先来照顾我。哎呦，哎呦！文忠已经受伤了，我袂用让阿杰搁伤害蔡家任何一个人。不知道英啊会发生什么代志？嗯？哪有王爷的哭声？把刀来传出来。